来，你这玩意儿行不行？我也忙。怎么着？我两点钟上厕所，你还没睡？别睡那么晚了。好啊，我知道。弄点什么饭给你吃？我下点方便面的呢。不去吃吧，硬吃方便面。我家里面了馄饨煮煮你吃的。你不麻烦？哎呀，麻烦呢，麻烦不麻烦？哦，面。你看俺老爷做的这个小技能，还挺像那么回事儿。你晚上该睡觉时间你不睡觉，剩下的时间不，你确实想睡觉。晚上睡觉你不睡觉，你剩下时间就睡觉，你还能干出活吗？好啊。老二，哎，老二，哎，你给这个肉馅里加点玉米里边。娘，能好吃吗？外面做的都是鲜肉玉米馅，挺好吃。啊，你没吃过？没吃过。好，那么你就搞点这个。那个冰箱里我冻的也有，不虚的，外面也有，你去带吧。那我上冰箱去拿。啊，冰箱都不虚。老二，老二，啊，玉米。搞多少？我也不知道，老你要搞，你看他棒吗？不用搞太多，太多的它仍然好吃，继续吃。你再放点吧，你放，你再放点，再放点。哎妈，啊，不着，就搞好有一半，行，真好吃。你这乡下老的，饭咱不会做，什么不会做，就是会吃。啊，包点馄饨怎么样？还叫包棒子的。俺妈回。啊，你回来了。那个。俺爸呢？俺爸就上南山了，南山说照野鸡，你又给他包饺子呀？你怎么弄？起来要什么吃？也想点馄饨呢，我包吧。哎，不是，是你要给我包馄饨吃了，你卖乐，这跟我没有。简直啥呀！我这孩子，好，我要抱就我要抱吧。不是你要抱，就你，完了，我这解释不清楚，我操！好吧，抱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洗手，洗手，抱吧，抱吧。这孩子打小就馋，哎呀妈呀，从小你这你几岁我也忘了呢。你那我上班走了以后，你搁家屋头给菜旋都弄好了，等我回来下班。给他抱，他不会抱啊，让他搞。你这孩子惨什么呀？从小就惨，太小。这馄饨吃啊，就是你就那么擀，擀成一个大的，叫相厚相硬。完了后呢，你就这样放开，放开你就拿刀切，完后你再就包好了。一会儿咱俩这张大饼，你看，老多大，比锁都大。嗯，就擀相厚相硬，就还拿刀擂，还挺薄啊。哎，擂咱就还包。就这样一卷，你就这样一捏，完然后这两边捏，它不一揉一揉不出来，这就妥了。嗯，你擀大元宝了，擀大元宝。嗯，就是年节都爱吃这个大元宝、小元宝，叽里咕噜往家跑，春节都走不。那这大伙都不是发财吗？就是这么回事。你再说一遍呗。啊，这大元宝啊。就是我每年初一去那，我说你把那套课再说一遍啊！就是大元宝、小元宝，叽里咕噜往家跑，这叫你发财，懂不懂？你回来了？干什么？你是我小妹儿回来吧？这馄饨可香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一样味道。带劲。挺好的。你就不能换个词儿？这挺好，可谢的。你要不要这个老爷？不要。那要不要了？不，不吃。不吃我来。太辣了，先吃呗。真挺好，正好搁着它。嗯，早上来点这个，绝。哎，没有关系啊。来一个馄饨，嗯，怎么样？
好不好吃，是不是第一了？还行吧。怎么还闹？还行吧？怎么意思？一半。要是不好吃，就是叫你放玉米饭。俺这熬粥怎么都好吃？太神了，好吃。那你怎么着一半？我都动一半都低。好吃，好吃，特别美。挺好吃，放玉米，挺好吃，好不好吃？嗯，也行，我再爱吃，挺好吃。再来一个。怎么样？好吃。行。